我被分配到打野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？只去过香港迪士尼，很好了啦。别说同我凯瑞，我最害怕听到人家讲这句话了，超害怕。进房间我就可以加你，可不可以讲话好好讲，不要讲这么害羞的事情，还敢进房间？两把枪刚刚好。开始决斗时，开始撤退。今天没穿高跟鞋。敌人消失，谁？谢谢小慈，哦，好久没看到小慈了。我的子弹可是长了眼睛的。勤奋吗？敌人消失。敌人消失。太多人了吧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上吊一只。消耗对手，别开战。
救援我方，爱你。一定要走这么勤奋吗 ？Relax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Drop down. Robby B. 好啊，柚子没关系。去吧，去找你家天神吧。刚刚请求集合。我觉得请求集合应该是可以的，一定要走这么急要爆炸哦，魔神凯撒被击败，天空巨龙已被召唤，今天没穿高跟鞋，上面的冰线没有很高，敢不敢开啦、啊？咋不能我开啊 ？Legendary， 对。可是长了眼睛的。又怎么了？贵群组真乱。阿宝去哪里？哎呀，过了年变这么会射了，我快气死了！我跟你说，哎，我刚刚如果时间点抓得够好的话，我应该可以5连杀。但那系统没有算到5连杀。好饿啊！